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伙的老朋友周导。全国花迷迷全国巡拍正在进行，那么又经过了一个长途的奔袭啊，我们从这个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的自治州行洪县又走了500多公里，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叫湖北的仙桃市。那么今天这个发明人呢叫杜登峰，他有怎样的一个发明呢？大家都知道啊，泥鳅黄鳝营养价值特别高啊，特别像黄鳝啊补血。那么这个发明人呢，他就发明了一个泥鳅黄鳝自动宰杀的一个机器。虽然说起来有点血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泥鳅黄鳝很滑啊，甚至你抓它的时候都抓不住啊，也讲究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我们今天一起去看一下杜登峰到底发明怎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宰杀机了。哎，你好。你好，请问哪位是杜登峰？哎，你好，发明人。哎，周导，你好，这就是吧？周导、你好，这么年轻啊？哎，是。你好，这个是一个我的饭店。这个是饭店啊？是，我看挂了这么多横幅。这个是因为知道你今天过来，然后就快个迎接一下。哦，这个就是吗？这个就是，这就是发明成的成品，最终定型的机器。这个叫黄鳝泥鳅宰杀机，鳝鱼泥鳅宰杀机。啊，对对对对，国家专利号。国家专利号。还电话号码？是。电话号码我就不说了，拍在里面观众自己看去吧。好。这个是怎样一个原理去进行宰杀？它有一个离心力。那我们做机械制造的话，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动能。那这个黄鳝不能抓，它不能抓的话，那我们当时我们在研发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给它一个动能，让它飞出去。飞出去的同时呢，我们给它设计一条轨道，它按照我们的轨道走，就是我们用物理形成控制它的生物形成，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你这样讲我可能不怎么明白，还是要实地看一看它到底是。这能打开吗？可以打开，这边。可以打开，没问题。这边。这是一个送风口。这个设计呢也是设计的有一点原理的。这个风从自然上面吸上去。我们慢慢来哈。泥鳅黄鳝是放在从哪个地方入口？这是入料斗。这是入料口是吧？对。放在哪边？放在这边还是这边？这边是放黄鳝，这边放泥鳅。然后呢，它从哪进去？从这里钻进去啊，从这里钻进去，然后打开看，从这里钻进去。中间有一个主管道。这个是转的吗？这个不会转，中间的主管道会转。它会这么听话往里面钻吗？会的。会吗？这就是我们的设计之处。我们利用了那个万有引力和这个离心力结合在一起。这个下去之后呢？下去之后呢，就经过中间的这个主管道。主管道。对。主管道长什么样子？有没有里面的零件？这是我之前设计的一个一些拿这个吧。当然这个有点丑啊，这是当时做实验用的。这个就是中间的主管道，接着我们的入料口，它进去以后呢，这个是离心点，中心点进入离心力，这边就是刀头，它进去以后啪一下就给它杀出来了，它是不停的旋转，每分钟1000转。这个是在转的是吧？对。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怎么明白。要不我们撒一点您看一下。现在有现成的泥鳅黄鳝？有，我饭店里面有。要不我们拿几条来试一下？好，没问题。虽然有点血腥啊，朋友们，但是这个民以食为天嘛，泥鳅黄鳝大家都吃过，但是这个人工杀确实很繁琐，很麻烦。而且又抓不稳，很滑嘛，所以这个机器呢，应该是解决一个大问题。我们不管血不血腥，一起来看看啊。那我们先用点水润滑一下机器。真的，还有点泥鳅。好，还有点泥鳅。哎，放点水润滑一下是吧？是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一块。我们这边开机，先开机。放了点水，让这个机器润滑一下，它就开机了。皇上，一个道具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这个速度是非常快，如果接近完美的话，这个速度应该可以达到0.3秒。它从哪出来的？从下面的这个木料，这个接它的。您可以看一下。哇，太神奇了！杀得非常漂亮。
然后用人工把内脏去一下就可以了。嗯，非常漂亮。嗯，这速度是超级快啊。是。这个。它只要进入这个离心管道。说的不好听点，这个皇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哎，是。0.几秒。0.2左右。这个转速，刷刷刷。转速1分钟1000转。嗯。效果确实，就拿起来看一下。可以。嗯。在头这边我看。头直接给它破开了。哦，头也是破开了。对，然后你看，这皇上还在动。啊、哦。美国有篇报道，鱼被杀得越快，它越新鲜越好。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宰杀太慢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生物方面我不太懂啊，产生一个什么胺？毒，就是在紧张啊，或者被人抓住它，它会产生一些毒素嘛。是，就跟猪一样，动物一样都是。是，在这个速度下，可能的话，皇上都没有感觉到，就啪一下斩杀完。嗯，对，确实速度比较快。刚刚我们看了一下，从进去，听到哒的一声，其实就是杀完一条。是。啊，哒一下就杀完一条。基本上就是一秒一条。如按我们说的话是秒一条，如果说按工业数据说的话，应该0.5秒，差不多。对。行，那我们。找几天泥鳅来。可以啊，没问题。好，你不是说要换刀头？换刀头，我现在去拿刀头。麻烦吗？不麻烦，很方便。你看一下，可以了。这是个送风器，一下子。对了。然后这边有泥鳅，杀泥鳅很神奇的，直接往里面倒就可以了，不用管它，就像这个，用手干更快，1分钟可以杀10斤，并且直接杀活的。活的死的都可以杀，好了，所以说杀泥鳅的话，可能都0.1秒一条。哦，好，看一下，准确度现在是可以说全国第一，你看，都是在我设计的轨道上面，肚子全部给它破开了。嗯，到时候师傅想怎么改刀怎么改刀。嗯，是吧？头一切，内脏直接。背面也杀了一刀吗？对啊，1个毫米嘛。哦。内脏1个毫米。哦。肉直接打开。肚子直接破掉。哦，确实。嗯，你看，每一条都一模一样。每一条都一模一样。偶尔刀片如果说钝了，它就可能有一点点误差，因为刀片对它的阻力影响非常大。好，你看，每一条都这么样。所以说这个数据的话，现在国内的话，怎么说呢？想超越这个数据基本上很难。它因为非常非常快，快的已经达到极限了。好。嗯。行，这样吧。嗯，我也全部过程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效率和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但是不知道这个使用者，他们会感觉方不方便？